开来啦，开来啦，开来啦！交店搬又要睇得哥，听到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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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下画面有冇问题啊？因为太耐冇开个台咯，咁而家先睇睇嗰啲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先？而家睇睇啦。声音画面都 OK 系嘛，即系音量啊、画面啊、木质啊嗰啲咁样啊 ，OK 啊 ，OK 咁就好啦。咁啊，使唔使大声啊、细声啊？有冇咩要搞调整 ？check 清楚啊，先开始噶啦，因为大结局啊，唔使啊 ，game 声要大啲 ，Are you sure？有冇啲人係想要大声啲 game 声嘅话我听係需要嘅。咁试真啲先至开始。大少少啊嘛。啊有啲人话 miss you, 我都挂住你啊。啊加 Kiwi, 啊杰伊 BB。咁啊，同大家讲讲先。咁呢一个聊天室啊，呢、這个 chat room 呢係以呢个 subscriber mode 嘅形式嚟嘅。不过呢大家啊稍安无躁放心。如果呢你都係想加入一齐讨论啊或者点啊讲下劇情啊，咁你都可以去爆机 post 嗰度留言嘅。去 underground DV 个 Facebook 个爆机 post 嗰度留言呢我都可以睇到嘅。咁啊我都会回应嘅，我都会复嘅。啊，咁啊，你哋我而家睇下先，睇下冇啲咩新留言啊，或者点样嘅啊，咁啊，你哋中意都我喺呢度，当然啦，我两边嘅留言都系会睇嘅，咁样啊，跟住你又可以喺呢度估下我今晚究竟会死几多次，又爆机咧，定系完全唔死咧？啊，你就可以喺度留言，我睇睇有啲有咩人讲啦。有人话感动到喊咗两个钟啊，又唔使啊呢样嘢啊，咁啊 OK 系嘛？咁呢边点啊？啊，我见到都有好多人 subscribe 啊，咁啊多谢先啊，多谢你嘅 subscribe 啊，咁啊 OK 啦系嘛？即系所有嘢大致上嗰个模式啊，嗰啲大家都了解清楚啊，嗰啲咁样系嘛？即近排呢就都可以傾下偈先嘅，咁有啲人呢就有同我讲过，哎有啲人已经答咗啦。有位兄弟就估个零次呀，呢啲呀醒目啦，睇就知有睇开啦，就知道係死零次。係咪咁劲嘅人梗係零次啦。跟住呢有咩有啲又话我把声好正。咁咪好囉，磁性听返啲靓声靓声喎。咁啊有啲人有同我讲倾下偈嘅，最近我都有收到好多来信，有啲人话啊即係抑郁啊好唔开心啊，即係呢排即係佢话啊有好多负能量点点点。咁啊我会介绍你点样去应对呢一样嘢呢，有人问有冇飲400次咖啡，我整完我都飲咗啦，我自己即刻试飲㗎啦。我推介系点呢，首先就当然你可以选择睇我嘅片啦，因为我嘅片好多时都系好好笑好欢乐嘅，你睇到再者睇到个靓仔咁样做任何嘢都赏心悦目啦，系嘛。第二呢就系、是、当然就搵啲人倾诉下啦，咁即系有时如果你可以搵我嘅，即系我如果系我尽量都会复得嘅，即系如果我能力范围内即系我解决到啊，俾到意见你啊，当然最好啦。咁样，但系你都可以揾下啲信得过嘅人啊，或者你啲好朋友啊。因为有时咧就系、是、你太近你嘅圈子，你反而唔敢讲咁多嘢。咁所以可能因为咁啊，所以最近我都收多咗啲信息啊。咁我尽量都会安慰下，亦都俾少少意见咁啊。第三咧。我通常面对一啲唔开心嘅时候，我会点呢？我通常系会逼自己讲一啲好无聊嘅笑话，即系你就算好白痴嘅咧，你都可以照讲嘅。例如咩咩从前有个太监，下面没有了。咁你而家讲话哇咁低能嘅呢个笑话，但系
当你一个极度情绪低落嘅时候，你自己谂下，我点解讲呢句说话？我想谂自己笑啊嘛，系嘛？咁你讲多几次咧，就会好啲。咁我呢个推介咧，就系有一个呢、這个我好细个一个朋友推介噶啦，佢就会成日同我讲一个笑话。我而家有时唔开心，都会同自己咁样系咁讲。咁咧佢就会，通常佢就第一句就问我 B O B 点样读。之后你又会读啦，系嘛？你又读 Bob， 跟住下一个字咧，佢就问你 Y E A H 点读，跟住佢你又读 Ye， 跟住你两个夹埋又点读啊？咁样咁你自己喺一路睇你自己读完就系咁啊。跟住我有时就会，我唔开心嘅时候，我就会系咁问自己 B O B 点读啊？点点点啊？有冇人觉得呢个笑话好好笑？有人笑喎、啊，我记得又话你读嚟听下，你自己读先至会好笑噶嘛。咁啊，而家 OK 系嘛？啊，我睇下 Facebook 有冇啊？有冇啲人系讲啲咩先？啊，有人话一命爆机嘅都系醒目之人啦、啊，系嘛？咁啊，提提大家啊，即系你。即係如果你都想留言或者講嘢嘅，咁你都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講啊，啱唔啱嚇 ？OK 啊，咁啊，所有嘢都解決到啦，順利啦嘛，啊，我開始噶啦喎，啊畫聲音、畫面各方面，大家個心態準備好就 OK 噶啦。O K 啊，气氛都唔错啊，吓、啊！今日好耐冇开台咧，我都搞咗好多嗰啲 setting set 好耐啊，嗰啲嘢呢个系唯一我觉得即系咁耐冇开咧，嗰、那个感觉咧做工程师咧就依旧冇变啊，一样咁痛苦啊！即系你话设呢样设嗰样啊，界面唔同啊，都要花好多时间咧去处理。咁好啦。我哋开始啦 ，Let's go。上回玩到就系啱啱好就系俾嗰只追击者啦，一嘢伸咗一个触手，一个滑滑突突嘅触手吊住阿蕉阿吉儿。即系吉儿咧，就即系好好彩啊！攞把刀啊，撩下撩下。但系你有冇觉得咧，嗰下撩啊，撩得好鬼细力嘅。但系咁样都可以戒得断。诶，你当你同佢硬片嘅时候咧，又会好鬼难打。跟住系啦，咁啊，你记得啦，就系要行呢个通风口嘅。会唔会呢度有啲咩执啊？成日都系咁样，有强迫症啊嗰啲咁样。OK。好，这个你可能是今晚最后一次看吉儿的大屁股了。迷你虎吉儿倾倾倾硬的话，他现在又这么没力水，哇，即刻只触手又来，啊，好痛啊，爆，哇，射头啦，哇，射这个硬的易燃气体刮的，啊，好。哇！啊，好痛啊！我要系咁拉同佢斗力，我咪爬到过去啊！继续拉啊！救命啊！点解我望唔到后面嘅？我想拧下去后面，但系佢唔俾你望。好，及时好彩啊！即系如果你唔揿得好嘅话，相信就系你会被炸死噶啦！即刻揿 lift 啦，入实验室揿紧急掣。不用讲的这些。但是大家在火警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是选择是坐这个升降机呢，是一个绝对错误的做法来的。大家知道啊，即火遇到火警啊，即你细个都知道啦，老师都有教的啦，就是要什么行楼梯嘛，大佬你仲夠姜搭 lift 是一个黐线的举动。好啊，这里呢应该是最后一波来的啦，即所以呢你就要首先这些疫苗。疫苗有冇用咧？系唔俾你摆入去嘅，即系佢要你更新。咁啊，又要执书包啦。首先麦格龙弹药做乜鬼嘢？要抌咗啲嘢先啊！好啦，麦格龙弹药攞出嚟，呢、這个咩高级火药？我有冇其他高级火药啊？合鬼晒佢。
好鬼痛苦，得一飞弹药，唔要啦呢啲。好，绿色草药，红色草药，咁啊沟埋组合，叮当咁啊有啦。跟住硫酸弹有两个地雷弹，攞啲强水咯，最尾。火药合埋佢啦，都唔争在，都冇得合啊，留住都系冇意义啦。高级火药咁啊变咗散弹枪，跟住低 B 做咩拎咗入去啊？好啦，跟住仲有啲咩可以攞呢？就系、是、可以攞多啲，攞多个硫酸弹咯。跟住其余都冇啦，我都空空如也啦，啲嘢都。OK， 诶呢度仲有嘢执啊，原来。原来仲有呢度拉屎都要有个即系强迫症啊，执好晒啲嘢先啦。好白痴，好想抌啊支疫苗啊，大佬！啊刀仔系咪唔会用啊？唔好，有时候会想羞辱下大佬。佢话放低把刀，有啲人咁讲，你觉得呢？吓、啊？一盒咩硫酸弹劲废，咁啱咯，我专用啲废啊，用咁劲太屈，有咩好睇？榴弹已经有六个啦，我真系唔知点咧，抌咗呢啲急救拍，抌咗呢支嘢佢啦，即系焗住唔要咁多补血剂啊！而家又话用刀仔打大佬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系咪想睇啊？可以啊，咁我咪留住把刀仔咯。点解就系咁？十二飞弹药加呢啲火焰弹。其中一個我覺得痛苦嘅就係玩 Resident Evil 咧，就係你啲嗰個位好少，令你好懊惱。而家係咪又要咁樣入一入彈咁樣佢就會嗱咁樣入咗六飛 ？OK， 咁係咪會慳咗少少位啊？呢度有呢粒一粒就抌落鹹水海嘅啦，唔使要噶啦。咁啊之後仲可以攞多呢、這個係咪？仲有咩彈啊？呢度睇清楚地圖，執曬。爆炸弹又一粒，火焰弹，唉，留攞埋个强水啊，就咁啦。大家对呢个装备冇意义啊，冇意义，咁我哋就开波啦。阿蕉 ，let's go， save 都唔 save 啦，因为我预咗一 tick 个。好，呢个系咩地方嚟噶？呢只 game 系令到我有强迫症嘅。好嚟啦。又有火焰弹啊，大佬啊，咁点啊？又我见到呢啲弹喺度唔攞，真系有少少唔舒服。算鬼数啦，即系真系，即系要学识嗰个咩物欲唔好咁重。攞定支，我而家系咪冇装到密林啊？一盏装密林咧，就即刻咁样揿掣咁样系咪啊？叮当，跟住咁样啪啪啪咁样，咁样就系装密林啦。是否白痴？好，睇埋呢度有冇嘢执，似乎系冇嘅，又系咩底啦？执好书包，好嚟啦！滚！那个变态光头追击者大旧衰过到嚟啊，极度核突，见到啲肉牙，扯落嚟，咁样搭落去，哇！点解会有嗰、那个疫苗嚟啊？跌咗你啊大镬！哦吼！睇下我揾到啲咩啦？尼可拉，唔好玩啦！呢只城市啊，需要嗰个疫苗，比我更需要咩？哼！我觉得你一直都搞唔明啊！我想同你啊，你讲嗰啲低能道理咧。当然啦，我都知道人命唔可以攞嚟买卖噶嘛。但我做呢行嘅就系要揾钱嘅，所以我哋嚟做个交易咧。你落去由个光头佬玩下，我将个过程记录低，又将实战资料卖出嚟，好好打一场嘅话，或者我就唔使疫苗啊？同意吗？好。好，终于我系只抽啦吓！一开头即刻整飞密林，阿修罗子木，硬噶，好换一换冇兵器先。哇，死仔包，硬噶近距离，哇嗰嚿有啲咩汁啊？好，阿修罗子木，硬噶，
讲真啦，你系咪想我阿修罗闪风到尾啊？换把刀过嚟，阿修罗闪风 ，shut shut， 有人话可唔可以用刀仔系得噶？啊，哇，死仔啊，太轻定，我唔信唔得。哇，低边唔系死啊嘛呢下，起身啦，哇，俾人咁样喂，系佢咁样呢个反应通常系食个药先得啦，而家唔同你唔同你开玩笑，大佬，你激嬲咗我，好。哇！我仲系用紧低能只 Matrix 换枪，哇！有冇人数到我做咗几多次紧急回避啊？滚啊！同你近距离开花啦，弱智仔，过嚟啊！啊啊！射到你头都爆，过嚟啊！契弟，啊啊！好，再撞落去个头仲唔懒，黐线！要射几多飞先？哇！那仲想还拖？哇！佢真系好似好劲咁啊！哇！哇！死仔又嚟入弹，真系好白痴！哇！好白痴啲啊！我真系遇唔到个时间避，死啦！唔系真系会扣血大镬，冇晒冇晒。啊！呢啲系咪有咩药草汁啊？喂，整啲好嘢嚟啊！咣嘅零距离同你斗硬嚼啊！啊，有咩汁啊？整啲好嘢，散弹枪、子弹。啊，哇，死仔，唔好死啊！白痴，喂，佢好似金刚不坏之身嘅，系咪黐线啊？吓、啊，又话咩零距？呢铺唔计啊，梗系唔计啦！呢啲又话咩实医师冇黐线啊？关咩事？首先醫唔醫師毛對你緊急回避嗰個時機係冇任何影響嘅，提提你。同埋咧呢一個咧，可以同大家講係呢一個最呢、這個最難啊！又睇下 Facebook 啲人講啲咩先，睇下有咩留言啊？會唔會有啲咩計策啊？黐線點解佢點解射咁多飛都唔死啊？啊！有人话断舍离系啊系啊，物欲系好紧要噶，即系呢啲咩物欲好紧要，系要节俭啊。再睇翻 Twitch 呢边啊，啊，只 boss 一命爆机，黐线啊！啱啱热身啊，唔计啦，啲嘢系咪执好晒啊？系我个版本嚟啊 ，OK。同埋啱啱系冇换好枪噶啦，而家咁样啱啱好啦 ，OK。而家用紧咩爆炸弹？试下用晒啲强水弹先，因为咧，如果唔系咧，执嘢好鬼烦。唔睇啦，呢个好嚟啊！阿修罗闪风，好白痴啊！惊咩？人哋嗌两嗌就惊，哇！低边啊，狂牛碎金钟扣劲多，佢呢啲啊好难回避啊，大佬即刻淋你强水先。点解唔系强水弹？系咩回事啊，大佬攞火烧、啊？哇！死仔包，点解我突然间会退步咗个紧急回避？再炸落去啊！好，硫酸弹唔该快少少啦，我要射晒啲强水。啊！切，哇！完全系，哇！死仔包，佢呢个系嗌唔停噶，低能仔哦！又嚟俾啲食弹啦！大家你最想睇到嘅经典场面，你入几耐啊？姐，啊！散弹炮，哇！Jill is that you？ 而家先系个 Carlos， 你仲活着话仲喺度讲闲话，我嚟帮你睇，落嚟打啦，好主意。喂，唔好过嚟睇啊！喂，我又即刻黑白翻画面，哇，漏晒电啊，咩回事啊？系咪要引啊啲电出嚟啊？喂，大佬，俾少少纸巾，切，我顶住，顶俾我睇啊！你落嚟试一试个，好安咯。哇！佢喺度做咩？喺度跑嚟跑去，又嚟啲嘢，又嚟空中奇袭啊！好、啊，我冇晒地雷弹啊，大佬。佢有别的敌人，喂，边度睇到啊？我边度顾到咁多？哇！佢六号，佢喺六号水槽嗰度。哇！低边仔，你唔系呢下唔系提我 number six 啊，大佬。你话你后面有一只，然后再加 number six 啊，低能。打下面喪屍之啊，又咩新男神卡洛斯，你咁样都仲叫佢男神？佢扇你喎、啊，大佬，
佢话你睇，你话你望住嚟六号先，唔好望后面。佢意思就系咁样。喂，大佬，佢系跣咗你一镬喎，吓、啊！唉、哎，呢、這个咁样先系好白痴，即刻一开头肥咗嗰啲硫酸弹，同埋执咗啲嘢先，同埋一开头唔好悭咯，即系唔知打到佢咁上下，佢会自己，佢会自己。又系六点钟方向个六，佢话六号水槽啊，你唔使帮佢兜啊，我好记得佢系咁讲，佢话六号水槽，佢冇你咁速，都明佢冇讲到明方向，骨噶想跳过嚟啱啦，再扎硬噶，其实佢会唔会，我系要拖够一定时间啦、啊，冲埋嚟啊！硬嘅底啊！我就中意睇住佢冲埋嚟食到应一应，食到臭晒。哇！有冇咩好嘢执啊？啲颓垣败啊！入咗蛋未啊，姐？你真系聪明到聪明笨法，有空档啊，只入蛋啊！明知射到冇晒，系要想重现嗰啲 Matrix 入蛋嘅嗰种情况，我都唔明你个心态系点啊！吉阿吉儿姐，好。阿迷你裤，好 ，Jill is that you？ 我射到条友冧晒啦，而家先嚟讲 ，you OK？ 我嚟帮你看住 ，good idea， 仲话好啊，主意真系聪明笨伯就系聪明笨伯，好，佢喺度嗌，我呢个时候有冇嘢执啊，大佬？呢度有嘢执，执先，手枪子弹，睇住佢嗌咩几号咩槽，冇啊，攞定呢支嘢，喂，唔该，火焰弹。边度有敌人啊？炸炸冧喺边度先得噶？嗱，听坤啊，佢咁讲。Number one， 哇！低边佢好似突然间喺你盲点出嚟咁样，黐孖筋，一镬熟啦，契弟，硬嘅炸落去，哇！又嚟叮当八宝袋啊，大佬，好，飞，滚嘅。黐孖筋，哇！死仔包入蛋唔该，阿姐啊，自己醒目仔啊，硬啊！嗰、那个系咩巨龙头定咩？好，唔好同我讲有一阵又有咩要 got other company， 有边啲家伙嚟趁热闹料？我见到啦，见到嗰啲契弟啦。但系嗰只嘢系会点啊？先射咁一只先啊！唉，好白痴，鬼好。Number six 喺呢度，好嚟啊！空中奇袭啦，过嚟！喂，太早跳，太紧张，应该喺最尾嗰下关键先射，急得滞，我又会留你狗命。讲真，有本事再嚟一次空中奇袭，打落自己腰度啦，契弟！哇，白痴啊，飞得咁鬼远，喂，喷个急救喷雾先啦，契弟 ！Hold on， 喂，唔好得个讲字先得噶 ，Hold on。咁易，我玩呢啲 game 次次有呢啲场面咧，我就谂起洪金宝。讲真，好系咪又话咩要 get other company？ 因为我每次咧就谂起洪金宝俾咩咩阿咩阿甄子丹，就咩试下入佢中脑。洪金宝喺度搓心口就话唔系咁易噶，大佬。叫啊！得啦，快啲过嚟啊！跳落去。啊！嗰、那个好难打喎、啊，呢一次系戆居喎、啊，呢、這、一个系难空中，即系反对空中奇袭喎、啊，因为佢跳嗰个轨迹唔同之前高楼好高。讲真，如果唔系我要玩空，即系反对空中奇袭，佢死咗十世，真心。又系咩要射咩难度最难？射红色水槽灯。点佢又冇提我，卡洛斯会唔会提先？有冇可能直接射到佢死啊？嗰啲啊，系我啊会试试。讲真，咪射到佢嗰啲咩水槽灯，即系唔系我意思系射嗰只大牛龟射到卡洛斯话喂射水槽灯啦咁样，我就想睇下卡洛斯有冇人性，会唔会咁样同我提呢啲入两粒？你同我入咁耐，你嗰几下系假噶？假动作定咩啊？点解仲要入？明明系六嗰度得两粒子弹，睇住佢戳嗰六嘢，你可唔可以解释嗰下系咩事啊？褪翻啲弹出嚟定乜鬼嘢？唔该入弹射啦，契弟仲喺度望望望，
好白痴，啱啱嗰个明明玩得好好多，嗰铺就系为咗就系俾嗰啲，首先又俾嗰啲臭丧尸干扰啦，第二咧就系、是、第二就系想挑战高难度动作啦。如果唔系你使，你可以咁得戚啊？吓，有咩执啊契弟？好鬼难执，而且系啲执嘢嗰啲嘢好似系屎。哇，第二仔都呢下都唔知点避。一定是近距离跟他斗嚼啊！呢啲你唔好喺度悭过嚟啊！执执执，哇！有救急喷雾啊嘛，即刻喷咗先啊，爽身粉咁。Jules, that you shut the hell up 啦 ，Carlos。好嚟啦，啱，入啲散弹枪。You got more company， 我已经决定咧，一开头即刻见到嗰只嘢咧，因为佢会提你，你唔使理，你即刻射咗嗰啲。丧尸先，嗱呢度有一只畜生，第一件事冲话，啊，死咗系嘛？好啦，跟住到呢只，啊，好，跟住咩第几 gate eight 入弹啦，唔该阿姐，我知啦，啊，傻仔，我就系要咁样，趁现在打爆那个契弟，入快少少咯。即系入麻蛋慢就贵，好，喂，而且佢射得一下啫喎，佢个破绽有鬼用咩？啊，喂，又走啊！即刻有冇嘢执啊？喂，俾啲嘢补充啊！契弟，见到呢啲打靶仔，嘢个什么？佢有机几啊？帮我夹睇嘴啦！哇，佢啊！Tank four， 好要瞄高啲啊 ！Number four， 过嚟啊！死波牛仔硬噶，好硬噶烧落去啊！一镬十烧落去硬噶，再嚟硬噶，仲唔死？哇！黐孖筋，点唔知点预算？硬噶黐孖，哇系！好，我决定使用终极兵器，如果唔系，只密林会呕臭。得噶，好白痴又走。喂，有更多敌人来了。得噶 ，Number Five， 我话冇晒，喂，我冇晒呢啲喎，大佬，散弹得唔得？哇！好白痴变咗挂咗喺度玩叮当八宝袋。Jill，hold on， 点 hold 啊？你 hold 啊，冇晒弹添。哇，弱智啊 ，hold 你个屎忽咩？啊，喂，黐孖筋，肾上腺已经爆晒啦，大佬。哇 ，Matrix 入弹，好嘢，好嘢。哇！仲唔死？哇！好，哇！喂，仲嚟啊？低边有冇嘢执啊？喂，整啲嘢嚟啊！有别的家伙来趁热闹，我咩？你的右边，哇！完全冇时间你。啊！佢系冇谂我提我咩红色灯啊！你系想我死定点啊？出声啊！唔使喺度扮好心啊！好白痴射红色灯咯，而家真系低能喎，射到咁样，收到咩系啊？咩咁快可以收公务？不嬲都咁劲啦，大佬！喂，系有冇可能即系射到佢提水嗰啲啊？爹哋重炮系啊，系啊，吓！第四次，第四次热身咯，系啊，第四次啱，系第四次，第四次热身实验，或者你可以咁讲，试下呢个系统系点样啊 ？Facebook 都有好多人话我劲啊，咩苦碌就一定唔系噶啦，我话俾你听，用麦林有啊，有用麦林啊，爹哋重炮啊，啊 ，OK 啊，喂，系真系。
即有时我是气愤那个卡洛斯究竟是他不会提你的机关，喂你上面按机关的你就早讲啊，是得不得你早出声就不要在乱噏24你才热身啊，是啊。咁而家睇下第五次熱身，睇下會唔會熱身都成功過到咧，就代表勁嘅，係嘛？同埋有白痴就係佢嗌緊嘅時候，你喐唔到啊！啊，哇 ，kick 住咗，射你一炮先，好，彭大隻又要 matrix 入彈呢下先至低，火滾啊大佬，避啦呢啲我睇到你盡一盡，你用呢一招攞一巴冚埋你。你出十拳，攞十拳都可以避到，我话俾你听，好白痴，炸佢下后，我系特登炸佢后下体后边，唔系为咗射唔中嘅，大家要澄清翻一点啊！好，唔该入弹，要即刻手动同佢入嚟，因为佢有强迫症定点，系一定要我揿个 L2 掣你先至可以入，系咪蠢到咁样啊？唔得噶，同埋要留少少。挂个狗，射啊！搞掂啊！喂，执 ，Jill said you shut the hell up 啦！好啦，嗌到啲友就快啲执嘢先讲啦，你由佢得噶啦，你唔使理佢啊！好白痴，边堆屎啊有嘢执噶？好，执埋嗰啲咁嘅垃圾散弹枪，几好啊？报定数啦，哥！好，我知啊。I got all the company。好。哇，八号啊，褪后啲哦。好。好嚟啊！喂，点解唔系攞呢支瞄嗰啲？啊哥，第二个照炸中只脚。Oh my god！ 好白痴，叮当百宝都要重现江湖啦，换到你手都抽筋。啊！收定咗你。哎，好白痴！佢咁样擒唔系死啊嘛，大佬玩得咁好，起身啦，姐！好白痴，我见到啲丧尸好烦，同埋俾佢影响咗啊，大佬！喂，佢去边啊？仲唔死啊？喂，入弹唔该，好，几号啊？一号啊 ，one OK， 行远少少，知啊 ，number one 啊，一骑硬啊，即刻射落佢巨龙，好白痴，即实个脑咧捞到黐个孖筋，仲唔死？系咪低能啊？好，一齐死啊，契弟！得翻一飞散弹，未啊噶！跟住要咩啊？射嗰咩灯槽啊！我已经冇心情再试。喂，换手枪啦！好白痴，边个知啫 ？You got some more incoming？ 好 ，Number seven， 好，哇，大佬，啊，好彩避开啊！啊！烧落去啊！呀！喂，大佬啊，好鬼烦！哇，好白痴啊！我为咗悭你啲无聊子弹，哇！佢帮我解决咗佢，喷个药先啊！契弟，哇！点解我系用紧呢支傻仔枪啊，大佬？嗯啊！其余嗰啲丧尸啊，咪走啊，契弟！射去，黐孖筋射唔停。哇！避啊！哇！冇死啊！起身啦、啊！哇！佢玩嘢啊！喂，佢连续我根本冇办法喐噶喎，低能系。挂喺上面先射。你意思系佢喺上面嗰个灯塔，点解灯槽度射佢啊？好啊，好啊！我本身系想佢高空期就搭落嚟先至可以。啊！我话咩四百，我喺 Facebook 度见到啦。我话咩四百次热身啊，系啊，热身运动系要做足，系咪拉伤筋骨就好头痛啊？
打心啊，唔系打头，所以你点会知佢啲弱点咧？讲真，佢系即系呢啲咁嘅嘢，系比较难预计，即系你唔会知道。试下咯，喺佢上面就炸落去，但系你唔觉得咁样型啲咩？佢跳落嚟，跟住咁样炸，我一路觉得咁样先至系最有型嘅做法。啊，好，我哋而家我满足晒，我两样都可以做。我第一次咧就睇佢，唉，好白痴射落佢咩？佢射佢个心口啊！先用咗嗰啲低能硫酸弹先，硫酸弹啊，唔该全 game。好白痴，今个劲难遇，太早避又唔系。啱啱有位兄弟又讲得好啱啊，就话硫酸弹系最废嘅兵器。我而家俾一个认证，佢真系屎啊黐孖筋。好炸到成面血啦！射落心口啦，佢一夹起，夹起呢个胸毛，咁近落去，你个心口都中啦啩？有话讲阿蕉好劲啊，即系就算俾嗰只嘢咁样近佢嚟炸，执嘢，执啲烂鬼手枪子弹，咁近距离咧，俾嘢轰落去咧，佢只系咁样攞只手挡一挡咧，咁就可以避过。嗰啲暴风系咪劲先吓？真系唔系几多个人做到。喂 ，Jill is that you, Carlos? Shut up 啦 ，Carlos！ 好，有啲咩执咗嘢先，唔好讲咁多。我需要一支急救喷雾。喺边啊？嗰个打靶，各。What 喺呢度啊？You got company， 啊，系咪可以喷定支喷雾先啊？费事死，几号啊？一号，喂，入弹啦，姐！啊，好白痴，我炸到啊！啊 ，No，rip that， 硬噶，即刻留住先，因为呢嘢，麦林爹哋重包，硬噶，阿修罗小木。好，捐过去先啦，攞个散弹枪，唔好就一镬过。好，喂，啱啊，打埋自己又好波好波，叻仔 ，good boy，good。佢死咗啊嘛，系咪一嘢冧啊嗰啲友仔？诶，先攞散弹枪杀咗呢个契力，系咪？其实系咪应该射冧佢之后就射啲灯槽啊低能？如果唔系你边有时间射？喂 ，seven， 好，趁机射一射先。射埋去，啊噶，抵啦，漏电啦，契弟，耶、yeah! ！系叮当八宝袋，啊噶 ，bang， 收地啦，好，打埋佢，唔该，啊噶，佢自己同我瞄头喎，紧急回避系统话俾我听，佢系惊，走，喝住仲走。好白痴，原来真正系叫你用呢啲悭子弹，但系我系用仲黐线，我系将佢击。哇！佢点解会飞咗个 number two 喺边啊？哇！死仔爆啊！死仔啊！阴魔！哇！佢唔俾我保血系咪黐线啊？好白痴，讲真佢令我分心。今次一定啦，我已经知道点玩啦。原来咁样悭好多子弹。好低能，又咩每日又冇咩破防冇喎，边有破在哪？没有见到任何啊破防任喎吓，没有。Go！我打到晕身，而家真系热好身啦，真系呢次又，我同你讲系 play real。It's real game, dude。过嚟啊，嗱，帮你强水洗面，好白痴。点解系呢个炮啊？换强水啊？喂，唔好喺度做戏，你明明得两粒嘅咋，大佬。阿叔，哇，死仔爆啊！太近睇得唔清楚。好，又嚟 Matrix 入弹，最开心就见到呢一样嘢。好，白痴为要喷血，喷一喷。
喷喷喷雾先啊！神仙水保护 Jill 嘅秀丽肌肤，立即使用神仙水，仲死炸十几廿下，系咪都系伊隆噶？哎，搞掂啦 ！Jill sent you， 得噶啦 ，shut up。咁啊，記得邊嚿屎啊？又係呢一篤啊，好似最大篤嗰屙大象屙嘅屎就會有嘢，結果係冇嘅，好嘢啊！好啲啊，細篤啲啊，好急救噴霧。打你個大囉，有咩啊？幾號啊，契弟？唔好喺度講啲猜瓦迷。避開，好嚟啦！即刻換出爹哋重炮 ，rip that， 吔屎呢粒就系射佢呢个巨龙的噶嘛？哇，系走咯，好一箭双雕，好嘢，打自己又靓啊，叻仔啊 ，uncle 哥 ，uncle 哥，我要认真玩就系咁样射到你起唔到起身。咩鋼之煉金術師，咩馬斯丹上教，係咁嚼，係咁嚼，復活啦！再復活一次就即刻狂燒落去。好，佢第幾號啊？見到有啲 ，Yes come some more， 咁你咪攞支追擊槍嚟幫手。Number four， 好，電落去，爹哋重炮，依一剎那我又即刻回想嗰 N 段回憶，兼且順便換咗支槍。咩 ？I got this！ 哇，佢做咩啊？攞嗰嚿咩炸飞咗过去啊？唔系我嘅本意。哇哇死仔包，佢好中意咁样二连击噶，屈机大佬。喂，拍支药先啦，大佬。飞，爹哋重乜？硬脚 ，bang！ 哇，低 B 仔，哇嘅烧落黐线啊！起身啦！嗯啊、又走上去啊！走上走落几号啊？唔该一阵。Got some more incoming。哇！芝麻个蛇佬咁耐弹系咪弱智？哇！死仔包喂，咁样系俾啲丧尸玩残。好，巴修罗斯蒙倒搏噶啦，大佬。几多下先死啊，大佬！又嚟，我睇唔到路啊，姐！哇，他就不能了，我都系咧！哇，系咪死啊啦？哇，低 B 我争啲，争啲攞爹哋重爆肥咯！超起早机要过去了，快爬上嚟，点爬蜘蛛侠啊？喂 ！Oh no！Come on， 阿哥阿哥，招冇教紧啦，阿哥。嗱，听佢啲贴士死咗啦，一开头话快啲过嚟起重机嗰度，之后 last minute 就转咗冚埋嚟，即系如果我一开头冲去起重机，我就咁啦。哇！做咩？做咩举高架甩底？做咗激光脱毛定咩？我将呢个混蛋变成咩烂泥啊！淋啲强水落去。变成血水溶咗佢。喂，而家啲硫酸又咁劲，啱啱射落去完全痛都唔痛喎。啊 ？OK， 我们在上面汇合。啱啱招嗰个夹嗰个架拉底嗰个动作咧，你会好黑。尼可拉又话咩？你走咗去边啊？啱啱有啲兄弟都有讲，就系、是、卡喺 Facebook 嗰度咧，又喺度话啦。阿卡罗斯布边个塔？你又射个塔嗰啲电掣，系啊系啊。啱啱、啊、最后有听就发现易玩咗咯。啊咩？咩神仙水打手啊？咩 ？Twitch 呢边又讲啲咩？我去开边度脱毛啊？你估下，你估下我去开边度脱毛啦？呢啲私隐啊，话俾你听啦。你唔知嘅咩？而家都有啲男人脱毛啊，有激光脱毛，
你知唔知日本嗰个咩格罗神威恶斗啊？佢就话全身做咗激光脱毛，佢有张相咧就举高双手，跟住夹下盘咧就夹向前影一张相嘅。好，我哋继续讲翻只 game 啦。佢话咩疫苗要将疫苗攞过嚟先得啊，因为俾尼可拉攞咗啊，系嘛？又咩睇 FB 都唔睇 subscribe 咗，兄弟冇啲咁嘅事啊！两边都有照顾啊，呢边咪一路睇紧咯，脱毛都要热下身，又话咩屎眼毛？你问一下，即系如果真系讲全身脱毛咧，就真系除咗头发之外，面部你可以拣脱唔脱嘅，即系有啲系面毛，即系有啲人都会有噶嘛，都会可以拣脱嘅。咁啊，就睇你自己喜好嘅啫，呢啲就。啊！色随尊便，又话咩破防咩一咩二咩一 over 二冇喎、啊，病发 FF 屎又话 is just loading 咩黑人抬棺材黐线，黑人抬棺材，我睇过一段片就系、是、其中一个最印象深刻就系佢试过抬下，真系玩出祸啊！真系倒血咯。嗰下真系唔知点样收货，先一 save 先啊，好嘛？近追远散，好可惜，冇办法表演到俾你睇，因为呢只游戏系冇散弹枪嘅。啊，好，哇，乜枪都冇喎，爹哋重爆咗四飞，是但啦，够做噶啦。好，都系点啊？呢度系咪又有啲咩隐藏道具？呢度又有嘢执喎，嗱。好，呢个咩嚟啊？最后一本武器规格表，乜乜乜陶克弹药60口径，极强火力，指武器啊多要需要多个电力来源，即系有一个最终兵器，佢话俾你听，最强战斗兵器奥尔，边有追系冇追啊？散弹枪等于追击枪可以啊？好嚟啦！结束啦！你呢个死要钱嘅王八蛋，将疫苗交俾我，唔得，你要帮我搵钱，而我中意嘅就系钱，我哋会继续合作落去，抌一支枪佢，白痴啊！无间道咩？仲喺度讲肥落去啦，同呢啲衰人仲讲道理，哇！点解越点解佢淋完硫酸好似仲变咗，仲核突，仲大只？关关关，哇！极度样衰呕心。你有冇见过啲咁神奇嘅嘢啊？呢个数据会令我变成亿万富豪。不过你都知道啦，城市就系炸飞啊！而本大爷嘅命系唔可能攞嚟买卖嘅。哈哈哈哈哈！祝你好运，你好拉 ，Jill， 快啲追尼可拉，疫苗喺佢度啊！咁你咧？我冇时间啦，我得噶。我相信你，告诉你呢个真系最后一次啊！仲喺度扮有型，你凭咩咁讲？喂，我已经射到肝糖啦，大佬，喷个喷雾先讲啦，已经。喂，有冇咩汁啊，大佬？急救喷雾、手枪子弹，又有急救喷雾，有菠萝。喂，等等先。装个咩咩快速拦位，抌咗佢。好 ，fire！ 然后，今次终于可以咁样高处掉。这样只是白费力气。喂，大佬，仲有咩执啊？喂，整啲好嘅道具嚟啊！得啲手枪子弹。喂，唔系咁好人系嘛？未睇都要射边。他根本不受干扰，睇睇有啲咩符 fit 咯，大佬，仲有冇咩执啊，大佬，射佢一头啊，好，系咪射佢只手定咩？暂时，佢掠屎，他根本不受干扰，睇清楚先，好嚟啦，冇喎，嗰只手啊睇唔到咩关节破绽。我哋自己慢慢用动动脑筋，系咪开咗？好嚟啦！啊，系咪可以即刻冲上去咧？
谂清楚先。但系咪佢一射落嚟，系咪会耷低定点样？跟住就即刻冲过去。而家咪变咗玩望坑定落人战士，达数趁佢一跪落去嘅时候，即刻冲埋啊！攞刀仔先系最劲，会唔会？好嚟啊！系咪咁样射啊？吓抵啊！好似有少少反应喎、啊。唔通我真系估哇黐线咁样推埋你，好睇下点样又一阵有冇得爬落去啊？佢只手定点样？好嚟啦，佢坐落去，喂佢呢只就劲快，搭落嚟啊！做乜鬼嘢啫？借啊！好，准备啊！佢好快喎，冇可能踩呢只手。好嚟啦，机会到啦，冇得踩上去。低 B 好似完全唔痛咁样，手不受干扰。呀咩？后面有支枪，佢睇清楚啲，鬼知咩大佬？炮身开启中，这才对。喂，我啱啱差啲突破咗天际，用手枪击杀最后大佬啊！大佬，我哋玩完啦，契弟。硬啊！招爆啊！镭射大炮硬啊！好，黐孖筋啊！冷却中，请重新启动电源。即系知啊，呢啲好明显就知要点做啦。哦啊，冇电啊！咁有手尾啊！呀，强迫症又发作，好嚟啦！呢啲系咪终于有弱点啊？契弟射粒的，哇死仔包，哇扣劲多，黐筋！我仲有咧，再用埋呢个榴弹炮先，硬噶烧落去啊！哇，鬼知呢只嘢完全睇唔到。我白痴啊！点解变咗咩地雷弹啊？大佬入快啲啊！喂，你得一粒弹，你可挫十几嘢，快啲拱埋佢啦！劲差佢会唔会打落好白痴？即系要射到佢晕晒先得啦，低啦、啊！哇哇，睇埋先呢个，讲真呢下死嘢有诚意啊！讲真呢个画面，又系咩帮佢脱毛？好啊，佢话第一次睇咁死，我就系要试啲你睇唔到嘅嘢啊，大佬咩力王？我本身系谂住变咗 Dark Soul 冇晒子弹，攞手枪定点？哇，正契弟又要咁样执过啲嘢，系咪有啲有樽咩有啱乜啊？杀得兴起，有时咧个脑会黐咗中制喎，你知唔知啊？你突然间唔知道，我而家要做乜呢？咁样喎，你有冇试玩呢个 game 嘅时候，有冇发现呢啲情况？即系杀杀下，你唔知道，我应该要咁样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啊？咩？睇住女角死又打钉咁呢啲啊，唔得啦！呢啲咁嘅行为又唔好嘅。喂，行系咪行呢条路啊？打到个人咧，嗰个精神黐咗线，一嘢懵咗啊！你激战完一轮咧，你都唔知道要行边，又好似进击的巨人咁。系啊，我本身系谂住我系以为系咁样啊，即系如果佢咁样改中我正添，最后就系回还原基本步咧，得翻刀仔。即系你会有少少 Wambo 嗰啲感觉啊，乜都冇得噶啦，收爹啦，尼可拉。好，第一时间执晒啲嘢先，拆。其实讲真，呢啲嘢都冇用噶啦，手枪子弹，唉，咋咋淋啊，不如，哇，哦，我把刀装翻先，一阵攞去片佢两下，有机会就话俾你听点样进击的巨人。镭射大炮，硬嘅招，硬嘅。有冇人试过射唔中呢一炮会点样吓？我而家谂落会唔会特登射落地下屙尿？
会点样咧？讲真吓，脱毛激光爆系啊，帮佢脱毛。有啊，佢话试下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哋一阵入晒啲电咯，仲刺激。讲真，试下咯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先射啊，低 B 仔。个咩啊？哇，低 B 一嘢咁样一巴之内扣咁多。哇，低 B 劲难避喎，低能啊！系咪要喺中间先至冇咁易死啊？好，哇，喺度咁样慢慢擒擒擒。好，嚟啦！今日佢系咪会一？佢喺左边。哇，咁好假动作！哇，你都算阴湿咯，契弟。好，嗰啲龙珠爆晒未啊？好，哇，低 B 咁样都搲落嚟。即屎啊你！唔好搞咁多啦，唔好搞咁多嘢。我哋要试屙尿落地啊，会点？佢喺边啊？剩下两个电源。好，嚟啦！啊，个黐孖筋。好，边边啊？都唔知左定右。通常我喺，哇，做咩事？超级黐孖筋，几劲！及时回避，快少少啦，姐。好，搞掂啦，即刻推埋佢。好嗨落去啊！打一波，赶唔赶得切开第二个啊？系赶唔切嘅，唔好急。我呢度好似有嘢执，喂，整支急救喷雾啦，啱啦，咁先系咯。吓，掉波啦，好嚟啦，哎，都哇黐孖筋，仲有冇得喷啊？冇晒喂，掉。低 B 仔冇可能，哇死仔包俾强水走啊！哇黐孖筋，见唔见到我呢下真系妙？哥咩啊？咩个体能都唔知点睇，讲真，眼都你个视野根本冇可能睇到咁阔啦！我哋而家今次第一次射落地啊，屙尿落地，讲真，试试嗰个激光炮。啊！你射落射最近自己地下，睇下会唔会自己死埋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好啊，好啊！我最想睇呢啲啦，都就爆机，唔系唔试埋佢啊！呢本嘢咧，其实我系唔想睇，但我惊会唔会有啲乜鬼咩食咩咩奖杯啊咩？即系佢话啊，你见你最后有睇晒啲嘢，又俾啲奖励你，巴巴巴。好嚟 ，Nicola， 好嚟啊！唔使讲，唔使试任务，呢下就系斋试呢碌嘢。炮身开炮，好嚟啦，快啲啊！睇下最低嗰个瞄几低。好嚟啦，瞄准地下，佢唔俾你熬开，最低系得咁多啊！咁最歪啦啩？哇，自动帮你射喎，冇啊，佢冇得射落地啊，原来啊佢。佢就知道我会做呢啲嘢喎，大佬。冷却中，请重新启动电源。好，得噶啦 ，shut up，cut the crap。好，继续啊。好 ，cover some more。好，佢准备坐落嚟啊，喂，大佬。好，喂，瞄呢、這个。佢真系白痴，嗰自动瞄准同我瞄嗰啲位系有咩用？哇！死咯，佢会嗌停我。佢边只手啊？右手。好、啊，好、啊，仲唔爆？系咪推咗最入嗰个先啊？推咗最入嗰个先啦、啊，最难推。咋咋啦，唔该。喂，仲生性啊，大佬。佢、啊啊、醒紧啦。即、啊、刻冲翻去中间。咩啊？佢话咩 ？Punch your way back on your ass， 仲唔懒？好，过嚟啊！射啊！好嚟啊！跟住咧，阿修罗子木，个个个，黐孖，哇！阴湿得你啊！你两嘢我点避啊？
好，搞掂啊！佢晕噶啦，契弟。哦啊！准备爆机了，灯，整啲急救喷雾嚟，唔该啊！你以为我冇办法重创你啊？呢只怪最戆居系咩咧？就系佢唔生呢啲嘢出嚟，我咪打佢唔死咯、啊！哇，好白痴，大镬了！硬啊，黐孖筋，腰高少少，哇，扣劲多而家。好白痴，几难遇啊，大佬！啊，低 B 仔，仲唔爆？佢哇，低 B， 喂，整多支药水嚟好嘛？得手榴弹有鬼用咩？呢个系咩招啊？哇！哇，会唔会太劲？咁都射得中？射快啲啊，契弟！好，棒棒棒，搞掂啦！会唔会咁样只手嗨落嚟死咗？渣渣啦，唔该，快少少啊，推落去！啊！救命啊！攞支吧，我已经受够你。喂，你唔好出拳啊，大佬！喂，仲嚟？你玩完啦！好，即刻狂飞！中秒射啦，契弟硬噶，我哋就全身激光脱毛啦，硬噶。再嚟，点解今次可以行？哇，要怼落佢口系嘛？佢意思系我知道啦，仲要我一嘢怼落去，硬噶，发射硬噶。下次记得唔好再死前烂得硬噶，砰！啱啱个画面点解咁样？即系成身血，但系佢个表情有啲怪，有啲奇妙啊！终于解决咗啦！我支炮咁劲，而家美军都冇啊！喂，建议你攞出去击败了 Nemesis 呢支嘢，你摆出去就真系犀利啦！佢话咩？你又话咩？淫笑？冇啊！只系觉得佢有啲奇怪啊！有啲系有啲，你唔觉得佢个表情好怪？即系如果我呢个时候就会呼唞啖气啊，好攰啊，或者点终于解决咗啦咁样，又唔系嗰个画面系啦。有啲人系觉得佢系有少少淫笑，唔系我淫笑，我系觉得 Jill 有少少淫笑啊嗰、那个咁样。呢、這个会唔会又有嘢执啊？喂，呢个红色系咪代表有嘢执啊？有手枪子弹、啊，系咪落去执翻？如果唔系有强迫症嘅人今晚瞓唔着，呢度系咪有啲咩隐藏？呢度有冇跳火圈啊？即系马戏团得得得得咩？嗰首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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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，啊！人生呀，终于爆机啊！人生马戏团好好听啊，梗系啊！点啊？啊？仲有睇落，好似系咪仲要打？唔会俾尼克拉带住疫苗走啊！希望 Carlos 可以阻止佢啊！呢度会唔会有嘢执？兜埋先。是冇嘅，好，最后仲有几多飞爹哋重炮，射晒佢啦，搵啲咩射啊？对天，硬啊硬啊，因为流嚟啲弹都臭啦，要好似 Rambo 咁，我爆机了啊！我会唔会炸翻落嚟，炸死自己都不硬噶，史上第一个对垂直抌手榴弹。就咁抌一粒睇睇啦，啊冇嘢咧，几劲！我系练个金钟罩，讲真，铁布衫，仲有散弹枪系咪？仲有冇子弹正武？哟呵，一个 Rambo 啊，真系最后射爆个办公室嗰度。
系咪冇晒所有任何子弹？冇咯。最后点知原来仲有嘢打啊，偷笑。最后就要靠呢把刀仔啊！有人话阵间仲有嘢打，惊鬼咩？我去追上佢嘅。系啊，中东式庆祝系啊，中东结婚系咁样啊，我啊见过啊。中东喜庆日子系对住天狂射 AK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嚟啊 ！Oh no！ Oh no！男朋友卡洛斯，你系阻止唔到我嘅，哥要俾你嘅系咪？攞去啊！银银 ，no！ 你知唔知你做过啲咩好事啊？唔知啊，都唔在乎。雇主嘅命令就系彻底摧毁保护伞公司，十分钟后导弹就会击落呢度噶啦。哦，飞弹已经发射，咁我都告辞啦。再见啊，华伦泰小姐。只可惜我嘅话你就系唔肯听入去啦。哇，卡洛仲未死啊，原来。哇，格斗极硬噶。仲唔趁机帮手啊？招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卡洛斯。哇，嚟啦，揽住佢。招，快啲射佢啊！之前呢个唔懵打咩？打佢阿哥。唔得嘅，会打中你，你一定要落手啊！只能咁样做啊！快，好嚟啦，我射落卡洛斯先。硬啊！哇，我系明明射落卡洛斯，哇，卡洛斯 ，Oh no！ 硬啊！黐孖筋，点解唔俾我射落卡洛斯度啊，大佬？都知道你开唔到枪噶啦。我啱啱射落卡洛斯，我唔系冇开枪喎，低能！你见到我瞄咗卡洛斯个头噶啦。讲真啦，我阿尼可拉真系傻仔嘅，即系佢一早开枪，射晒所有人都得啦。佢都已经系，即系佢自己一个人已经系，即系压倒性嗰种胜负嗰种状态，挂住喺度噏讲咁多废话，做乜鬼嘢啊？你睇住啊！呢一幕系同悟空系啊打拿迪斯嗰幕，而家你做紧笛子波图草魔冠光杀炮，之后卡洛斯就喺度捉住阿尼可拉，你就佢就话笛子波图唔使理我啊，快啲射啦咁啊！我系射啊，不过我射咗落卡洛斯，但系佢唔俾我触发呢个剧情。好嚟啦！如果射落卡洛斯巨龙，会唔会有啲咩吓？我边有子弹？同意。我明明已经阻止咗呢个可能性啦，诶，点解变咗四？喂，我而家即刻射晒佢先。喂，唔好啊，唔好启动剧情。诶，出得嚟先，好啦，嗱，大家做个见证人，射晒所有子弹，OK， 跟住咧，跟住菠萝，嗱，我确保冇任何嘅武器喺身啦，爹哋重炮仲有四发。好啦，嗱，大家确认一次所有，嗱，我抌埋支枪，有冇得抌啊？唔俾，咁啊，取消晒快捷键咯，嗱，冇理，冇可能啊，冇可能掹到枪啦，系嘛？快捷难位清除，我又系好一丝不苟嘅做嘢，嗱，我掉晒所有可以还拖嘅武器，啊？诶，仲装紧射下，嗱、啊，乜都冇啦，叮，啊，呢、這个毛特已经准备好啦，而家系赤手空拳上阵嘅，睇下一阵发生咩事。嗰把枪唔系你，我咪边个？你话俾我听。Oh no！ 你睇住，我哋而家睇一次究竟有冇谬误嘅地方。一脚兜落去。首先，我觉得卡洛斯呢个已经白痴啦，支枪啱啱系跌咗喺佢附近啦，系咪？呢个疫苗系咪？好嚟啦，No！ 你知唔知你自己做咗几狠心嘅嘢？唔知啊，关我鬼事啊！雇主嘅命令啊，叫我毁灭 Umbrella， 十分钟啊，飞弹将啊击落目标，哦，飞弹发射。
我都要走咯，拜拜，失陪先啦。佢身边系冇枪嘅，大家见到啦。Goodbye。好，根本使乜啦？第一下讲咁多废话做咩？直接射落。好嚟啦，好啦，睇下呢支枪究竟会点啊？倾倾。好。支枪唔知跌咗去边啦，喺远处。好。好。Jill， 快啲射佢啊！唔得噶，会打到你噶，你非动手不落，你只有咁样做。There's no other way。然后我射咗巨龙，啊唔得嘅。Carlos， 哎，我讲过我唔会抌低你啊，系一个冇我嘅世界，咁样都太残忍。佢点样做啊？之前我招系枪法差到咁，我瞄巨龙啊射心口。你想点做？点解你要咁样做啊？所有嘢都系有码有价钱可以倾，就算系世界末日都唔例外。你为边个做事？你帮我脱身，我咪话俾你听咯。你我使边开个价啊？你呢个白痴！简直如不可及。我如果死咗，你永远都唔使知道真相。可唔可以自己查啦？好白痴，你唔系唔怼冧佢啊 ，Jill？ 好，直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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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今日佢系谂住飞弹，等飞弹炸落嚟毁灭佢。你而家睇咧呢个 ending 嗰度好浪漫，其实呢个城市都系冇救。首先冇一支疫苗，而且飞弹会炸落去。Jill， 你冇事啊嘛？飞弹嚟啦！硬啊！北斗之拳噃，硬啊硬啊！哇，呢个核弹嚟喎，蘑菇云喎，呢个唔系普通兵，即系咁样佢都已经埋得咸鸭蛋。跌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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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跌，终于结束啦。再见啦，拉昆士。你见唔见到佢哋冇一丝悲痛啊？我估唔到，我救唔到啲人。佢话爆炸嘅热潮都改变唔到心入边嘅冰冻空虚，导致咁多人死亡嘅唔系制造怪物嘅病毒，系贪婪，人性嘅贪婪。咩意思啊？佢仲有一支疫苗喺度定咩？我就喺呢一刻决定，拉昆市嘅余烬将会成为焚烧 umbrella 嘅业火，我会将佢哋赶尽杀绝。我都唔知点解仲有喎，佢最后攞咗支系咩啊？仲有支疫苗定乜鬼嘢吓？啊，我还知点解啊？好劲啊！命爆机系啊，系啊。热身完之后咪一样爆机咯，最后嗰一幕你睇，最后嗰一幕为咗做，除咗嗰啲死嗰啲，全部都系做实验嗰啲嚟啊嘛，收喺底裤度，平时有一两粒子弹都收唔到喺底裤度啦，你同我讲收到支疫苗喺底裤，冇可能啊，系嘛，一粒嗰啲9mm手枪子弹都做唔到啊，大佬。好啦，有啲人就开始讲啦，俾几分啊嗰啲咁样啊，好。咁咧就先讲下，即系循例最尾先尾分嘅，咁先讲下对呢个 Game Resident Evil 吓 Remake 啊第三集嘅有啲咩感想先啦。首先讲下啲赞嘅先，系嘛？第一咧就系、是。即系画面几靓啦，你见到啊！即系你对比翻旧嗰个以前你玩《Resident Evil 3》啊，嗰阵时仲系咩 PS 1啊，好似
PS1 年代嘅时候啊。咁啊，即系你见到画面咧，大幅提升啊，跟住啊阴阴森森，不过有时系会黑咗少少嘅，即系黑得滞嗰啲咁样。咁但系都整体画面系靓咗好多嘅，同埋咧都会只 game 咧，第二个赞嘅地方系咩？只 game 系好有压迫感啊！点解咧？其中第一就系佢个子弹啦，你唔系真系可以丧射乱咁射。你一定系要瞄头啊，即系好好咁节省你嘅子弹，有时候最好一箭双雕啊，一击几尾啊咁样啦，系嘛？同埋咧，你会见到个人咧系好钝啊，准星咧佢系特登 set 到咧系误差极大啊，咁咧会导致到咧你系会有压迫感嘅，你就觉得好难。即系你平时系唔会灵活自如，个人又慢吞吞，你跑见到佢咁样，有时我咪嗰有一集，你记唔记得我有一条片咧？佢唔知行楼梯，我猛就黐线，我又话咩系咪扎咗脚定点？话三寸金莲，我行楼梯啊，快啲啦！你见到喺度窒下窒下，夹下夹下咁样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于是乎就即系此其一啦，你会做到一个咁样嘅压迫感啊，咁样啦。咁仲有一样嘢，我一赞咧就系、是、即系如果大家知道啦，旧版嘅时候咧，佢系着迷你裙嘅，咁啊今集咧就系、是、变咗呢个迷你裤。咁呢个位咧本身咧好多人好不满啊，就喺度嘈，有啲即系会觉得唔开心啦，哇！点解变咗啊？但系对我嚟讲咧加分位嚟嘅，点解咧就系、是？因为即系我觉得恐怖 game 咪恐怖 game 咯，唔使刻意卖弄性感嘅，首先同埋着迷你裤，其实合理好多啦，系嘛，大佬周街丧尸，即系着裙点样走烂啊，大佬仲着嗰啲咁紧身，以前嗰啲贴身裙，系嘛，即系露个大髀，嗰、那个粉嫩嘅大髀啊，小腿出嚟。咁啊唔得啦，咁啊所以我系觉得加分系合理咗，我话 make sense 啲啊，呢个唔系讲紧即系靓唔靓样唔养眼嘅问题，系咁样好啲啊咩扮啊，喂呢、這个系正常啊，一个特呢、這个吓唔系扮冷静啲先，我系讲紧我逻辑程度系嘛，咪扮唔扮啊？即系我啱啱都讲话，我以前拍我之前拍嗰啲片都有话啦，我就话咩唔合乎常理，即系点会仲着呢啲咁样咧，系嘛？咁啊之后咧就好啦，又讲下其他论点啦。嗰论点咧就系、是、有啲缺点嘅。首先咧就系、是、你话咧啊强迫症扣分系啊，我咧都系会想讲下呢一个强迫症嘅问题，我慢慢咁样讲落去。首先讲下电脑嘅 AI 啦，其实咧电脑嘅 AI 咧系有啲蠢啊，即系啊就系你讲个强迫症嗰个问题啦。首先咧就我先讲强迫症之前，我先讲少少嘢，就系 AI 点样蠢法咧，你会发现咧佢就系、是、你好容易知道佢嘅套路，例如你屈楼梯，你见到嘅，你会见到咧屈楼梯咧只怪咧就即刻兜翻转头，即系你好容易就知道哦，你只要触发一个咩点。咁只怪咧就会唔可以打到你噶啦，例如你爬紧楼梯嗰啲咁样，系啊，有结界 AI， 有位兄弟讲得好好啊，有结界 AI， 或者你一去边度门咧唔可以过界啊，即系有强迫症，啊、我过即系丧尸会，我唔可以过呢度界啊，如果唔系即系唔得噶，我脑啊唔俾我咁样，唔可以冲出去咬你啊，或者有啲嗰啲坑渠嗰只大老鼠啊，唔知做咩事瞬移啊，总之就系咁样啦，你会见到玩楼梯嗰阵时。系嘛，即系呢个此其一啦，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即系强迫症 AI 啦，系嘛。咁啊之后咧就系、是、玩法方面咧，其实都系呢集咧，我都觉得系少，即系你自己对比翻嚟话 Bio 五啊六啊，即系你有好多嗰啲地形机关，第四集嗰啲都有劲多。咁呢一个咧，你会见到可以用嘅机关咧，其实系比较少啲啊。但系睇你最有印象就系嗰啲漏电嘢啦，最尾又系漏一次电咧，你见到啦。即系平时有啲电箱啊，即系或者油桶咁样。咁以往咧就系佢系加入少少格斗啊，咁样即系引你特登叫你射下弱点，之后冲埋去一脚兜埋去啊。Leon 成日都系咁样啦。咁呢样嘢咧，我自己睇咧就我就会中意多啲玩法多啲，但有啲人系会中意觉得，喂原始嗰只 Bio 一仲简单、哦，
即系冇呢啲咁嘅嘢。有啲人系有两派嘅，对于 bio 嘅睇法，有啲人咧就中意旧式，即系觉得后期嗰啲新嗰啲 bio， 即系 Western Evil 啊，佢就会觉得系加咗好多啲格斗，又即系唔恐怖喎，变咗 action game， 动作 game 喎，变咗啊咁样，咁两睇法，但系我会觉得都系。少嘅，差偏少嘅，嗰、那个互动性啊，同埋战术系少啲。跟住咧，仲有就系、是场景啦、啊，你可以睇下。首先唔好讲场景啊，成只 game 都系比较偏短啲啦。老实讲，即系玩咗第几集啊？呢、這、一个系第，我都唔记得啦，第八啊，咁上下啦，就已经爆机。即系仲要计埋我系试好多嘢啊！即系死一下，如果唔系咧，系更加快就玩完啊！就 gameplay 啊，比较嗰、那个流程啊比较短啦、啊。之外咧就系、是、嗰个场景啊，嗰、那个设计咧，你会见到其实好多地方咧都系好逼而好细，即系条街其实唔系好多地方俾你行嘅啫，即系就系整一个呃到啲嘢密质质啊，跟住有啲嘢挡住你条路啊咁样啦，咁呢啲又会比较细啲啊。咁啊，同埋我觉得佢嘅恐怖感咧，唔多唔少都系有啲，诶，睇埋呢个先。咩入边呢个烂咗嘅，其实仲留住一滴仔咁样，神之水滴定点？点解着嗰长裤啊？啊，应该唔系着嗰件迷你裤。好、哦、硬派嗱，有啲人啱啱摸个黐线咁都撕，系咪 short 咗啊？计错分啊，老友啊！幸存者啊，证明冇玩咩 easy mode 啦。你见到我开头系咁避啊，我劲啊，我就睇准晒呢啲。咁啊，讲到边啊？讲到个场啊，系恐怖感。我有时咧啲恐怖感咧都系嚟自嗰、那个，即系佢隔眼就系话哦小弹药啊，或者点样啦、啊，即系或者系个人慢啊出嚟，嗰、那个气氛又未算埋超恐怖，或者间唔时咁样咯。咁最后一点啦，快快讲埋佢啦，就系呢一个最后一点，我就觉得新世代嘅游戏咧，即系同埋呢一只 game 比较 fans 向嘅，同埋新世代游戏我自己睇咧就系、是。成日揿暂停嗰啲人冇会窒住到嘅气嘅，即系我自己咧就好咗屙尿擎住，而家有人拍你膊头咁样，包括啲咩咧？例如就系你有时揿入子弹啊嗰啲咁样啦，你见到我有一条片咁样咪会吓、啊，即系俾追击者打嘅时候仲可以揿掣，跟住咧就千钧一发间咧就好多嘢啊入弹啊。咩整好多嘢整道具嗰啲噴霧啊嗰啲咁样啦、啊、即呢一个就会我就自己鍾意呢就係、是、即有啲人係觉得啊呢啲係旧时代即係 fans 向本身咁做啦，但我自己鍾意就係、是、即刻换啦，我有时自己都切换唔到，玩得太多新嗰啲个 buy 嗰啲 Western Evil 呢入咗脑就会觉得啊即系突然间系捞唔到，系哦，原来系咁样啊！即系变翻咁地图啊，有得睇嗰啲睇 map 咩红色就未执漏嘢啊之类嗰啲咁样咯。你啊，对于呢个 game 有咩睇法？你都可以讲下喎。啊，又话咩预咗啲 fans 会重玩几次，同埋我诶。你讲嘅话，我就会觉得咧，如果作为一个 remake 咧，其实佢系有个可以好大嘅空间咯，即系佢反而系比我印象中系以前旧嗰代，我系有玩旧嗰代啊，但系太耐都唔记得咗啦。但系旧嗰啲有好似有啲场景都系 cut 咗，我记得以前系一开头冲入去警署，唔知点样，佢有啲掉到时序同埋短咗好多，我嘅感觉系咁样咯。都好耐冇开台咯，而家见翻咧好多熟悉嘅名喺度倾偈，都好多即系都好挂住大家，咁啊多谢大家即系今日收睇啦吓，咁啊即系虽然咧就已经开台咗即系八九年啦啊，即系好似所有嘢都感觉上以为驾轻就熟啦，但系咧今日开之前咧都几紧张。咁但系咧一开波又见到咁多以前睇开嘅兄弟又一齐睇大结局咧，以前嘅感觉又翻嚟，咁啊都好多谢大家支持嘅，亦都十分挂住你哋噶啦。咁啊，
咁啊，多谢大家啦。咁啊，有缘再见，系咁先啦。完。讲漏咗，仲有一样嘢唔记得讲，但系讲咗咁耐都未俾几分，系啊，有啲人提咗。咁啊，几多分呢？我就觉得系七分嘅，就俾唔到 7.5 分，因为真系比较短啲，同埋佢系可以有更好嘅发挥空间啦。咁啊，俾个七分。希望佢下次如果佢再 remake Bio 4 Resident Evil 4，点解成日讲 Bio？ 佢而家已经全部叫 Resident 市民恶魔，即系入咗脑都转唔到，就叫咩包包 Hess 啊！而家系强迫症市民恶魔 Resident Evil， 咁啊希望佢下次 remake 嘅时候更加进步啦。咁啊好啦，系咁先啦，完。